喂，卢妹妹，哎，起啦起啦，我准备出去了，出去蹭干嘛呀？饭，你干嘛呀？起床了没有？你干嘛呀？又去你家吃饭了？行行，那我马上过来啊，你位置发给我，我还忘记你那个地方了。卢妹，你在做菜了吗？做小龙虾吃啊？我买点东西，都是我家。不要这么客气嘛！买点那个东西给你们，拿着。谢谢。走。啊，好。哇，三副小龙，你看好了吧？哇，那个小龙虾是吧？嗯。你会做小龙虾吗？会做啊，很好吃的。多才多艺是吧？嗯。我尝尝那个皮吧。嗯，好甜，是吧？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来。我有一个。你看好了没？越南的风烟卷飘过，斜阳带着不走，挂在青头上的我，昔日依然。男主太漂亮了，金黄黄的。向东流，再回首，往事也随。却问小船醉梦中，小船自从不知金矿东城空。老船方断一绝梦方破，芦荒一叹宝兰驻地没人懂，多年望远我哎呀，肉捏嘛，来尝一块吧，这个挺好吃的。快快来吃一点这个，太好吃。菜白肉。太行，很好吃的。太行。我也要吃，很好吃。一路由不得我，壮志凌云几分愁，知己难逢一人留。手却问小船醉梦中，我小船自从不知金矿东城空，老船方断一绝。不用那么多的菜，这个是什么？是凉拌。啊，你是那个阿姨。你也吃了。啊，好，对，这个凉拌的挺好的。你看，小龙虾做的好好吃。好香的。对，好吃。你头发用了吗？两个。对，加小龙虾确实做的好。那我们自己做啊。好。
乱一绝梦方破，怒慌一叹冒烂足迹没人懂，多年望眼与窗梦沉昏昏，我没看透自嘲莫平千金万妹妹阿姨我们班吃完了我们要回去了，谢谢你们再一次的热情款待哈，感谢好了，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哈，身体健康，走了，坐好，啊你不明白啊，好好，以后有机会再来玩，下次吧，哎你好，涛哥啊，对，我先去停一下车。不知不觉我在家里面也待了3个月了，所以我们也得出去了。我们第一站呢是南下广东，这次去广东啊有一个重中之重，什么呢，就是帮我们这个老同学找个媳妇儿。大家也能看得到哈，他就是比较腼腆的一个人，其实心里非常善良。这次去广东找媳妇儿你有没有信心？有超哥在怎么会没信心天天都没找找媳妇儿哈，一定就是脸皮要厚。你看起来就是脸皮太薄了，太腼腆了，这样是不好找媳妇儿的。就是你要有我十分之一的脸皮，你一不出一单身了30多年。是，反正你听我的吧，好不好？我叫你怎么来就怎么来，都听超哥安排。哎，广东的靓女哈，如果有喜欢我们这位老同学的，可以联系我。阿姨，你对儿媳妇有什么要求吗？什么要求都没有，只要他们自己活得来，同心同德就行了。啊，现在也不敢有要求了，30多岁如果再不找就打光棍了哈。就是啊，出去就一定要跟我找个媳妇回来。啊，要准备抱孙子哈。啊，是啊。有超哥在应该没问题。这主要得靠你自己知道吗？我再努力是不是也没用？走，打通两个楼，等那个媳妇回来哦。我放心，阿姨，一定给你带个儿媳妇回来。好。行行，超哥，好。你们的家里注意身体，保重身体哈。余浩跟我一起。放心。好，那我们走了哈，拜拜。好。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广东的中山，其实我们这次来是带着目标来的。以前有位美女单身粉丝，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，这位美女非常优秀，自己是开公司的。由于平时太忙于事业了，所以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。可能这位美女比你稍微大一点，你不建议吧？建议。但是非常优秀哦。如果她把你看上了，你最起码少奋斗20年。那我也看不上了，这么优秀。反正看不看得上，我们先去看一看，先去见个面。万一别人把你看上了，是不是人生巅峰不是来到吗？好。不要怕。还有就是你这个行头可能不行。你这衣服怎么像个打太极的一样？那帽子你要换一下，帽子最好换红色的。红色的有寓意知道吗？红色代表鸿运当头。衣服等会儿要换一下哈。好，然后我们去那个商场里面看一下有没有西服，搞个领带。不是我们这个行头上第一印象哈，要别人对你的印象要好嘛。哎呦，这真的反这儿知道吗？没变成过。什么这里有第一次吗？可以，挺帅的。咱们看到美女不要怂哈，一定要昂头挺胸，是走走路气势来是这样哈，是这样。对。记住哈，千万不要怂，不要慌。哦，你这等会见到美女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明儿你帮我送。哎呦我的妈！是，沉住气，稳住。哎，美女。啊，你现在，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那您发个位置给我吧，我开车过去。啊，那行，我怎么感觉是个服务员？这是你的眼光。好像就是这个车，就这个车。哇，这么大个车。哎，你好。你是超哥啊？啊，对。好，我先去停一下车。OK。我一会儿过来。好嘞。